原标题：36年前驾机叛逃台湾，国之栋梁，5000两黄金被骗，移居美国，渴望回家。在当年的很多冷战时期，常常会发生宣传战，然后鼓动叛逃者，最多的就是驾机叛逃者，他们常常可以享受到最为优惠的待遇。不管是有多么坚固的堡垒，也一定会存在一些漏洞，不管是多么坚强的信念，也一定是会存在意志薄弱的时候。在36年之前，就有这样一位飞行员经不住诱惑，最终驾机逃离。这位飞行员的名字就叫做吴荣根，他是浙江金华人，在1974年的时候参军入伍，后来被选拔进了航校去学习，在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。但是吴荣根是一位十分经受不住诱惑的人，他贪图享受，对自己没有任何要求，不求上进，而且还会偷听对方的广播，在听到对方开出的优厚的条件的时候，面对金钱、美女以及官位，吴根荣无法抵挡，所以吴荣根就常常会在训练的时候寻找逃生的时机。这不，机会就来了。1982年的10月16日，吴荣根就等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他驾驶着战斗机从山东文登起飞。这次他就在控制工谎报了发动机的故障，需要在空中做一些处理，地面指挥台就便将这一情况纳入了处理流程里边，而这就给吴荣根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机会。最终吴荣根就便以超低空全速飞往了汉城降落，10月31日抵达目的地。吴荣根最终如愿叛逃成功，也为此还获得了5000两的黄金，还被授予了少校的军衔。此时的吴荣根到处去演讲，每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受到像英雄一样的待遇，真的是活得十分潇洒了，还常常会与当时的当红歌星同台现场。后来吴荣根进入军校，在1986年获得了硕士的学位。1987年吴荣根还犯了桃花，与一家夜总会的副理刘吉顺同居。要知道刘吉顺还是当地出了名的美女，这让吴荣根还不知道有多兴奋呢。只是这位美人其实并没有真心的喜欢他，只是喜欢的是他的那笔巨额的奖金。刘吉顺在怀孕之后还对吴荣根进行了敲诈，做中诈骗千万分手费，这下的吴荣根可算是肠子都悔青了。后来他又被调到一个军校里边做讲师，也算是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。1990年吴荣根与一位女老师结婚，这才可算是有了一个家了。1994年吴荣根退休，就便想要移居美国，可惜移居美国的生活也过得并不好，十分落魄。此时的吴荣根只希望自己可以落叶归根，但是这样的梦想只是他自己的痴心妄想罢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